听懂了吧？怎么说？怎么打飞机？在家憋了十多天，今天终于可以出门，真是太高兴了。行行，一会儿我们去商场逛逛，你想买点啥呀？蛋挞、汤圆、糖。好，妈，你想买点么？家里没菜了，买点菜，买点鸡蛋，买点肉。行，你想买点啥呀？我想买点薯片吃。哎呀，减肥吧，还吃薯片呢。走，出门。哎呀，你就这样出门吗？你穿的是家里的鞋子，你换一双吧。一会儿到了商场，不能乱跑，不能乱跳啊！忙不忙？说的味儿，你的话哪里？奶奶，我说的粤语。哦。啊，好久没出门了，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？开心。出发，逛超市。欣欣，你刚刚说的啥呀？我想买点蛋糕吃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好久没出门了，树叶变黄都不知道了。老公，咱上哪个超市呀？就去那个最大的超市逛逛吧。行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粤语歌？我早就会了。这个小娃娃一到商场就高兴。你刚刚在嚷着什么呀？看这几天把这孩子都憋坏了。可不。跟你讲啊，出来玩高兴不？来，爸爸抱你上车。上车。走，咱先去卖菜的那里看看，买点菜。大家有没有同款孩子哈？一到商场玩具区，腿都拔不动了。别惯着他，门都给他卖。奶奶说不能给你买。不要。你看你家里那个玩具，一堆一堆的。哎呀，你闺女这个嘴跟十万个为什么一样，这个嘴都没停过。她好久没出门了，看啥都好奇。哎呀，马上就到你的零食区了，一会儿记得买你的汤圆哦。咋了咋了？哦，好好好，都给你买。你看那些胖孩靓不靓啊？他说的么？他说的粤语。你说的是不是靓不靓？我不是说他靓不靓，我是说他好不好看。妈，听懂了吧？胖孩怎么说？胖孩。胖孩。胖大孩。你不是我的孩。媳妇儿，买点白菜吧。行，要一颗吧。啊、嗯，哎，这个白菜怎么说呢？大白草。听懂了吧？怎么说？怎么打翡翠？哪里打翡翠？大翡翠也可以啊，在这放一下吧。可以啊，要一点呗。哎，黄豆芽怎么说？黄豆芽。会吧？什么？黄豆芽。黄豆？黄豆芽。学会了吧？跟你说了一遍。见的。怎么说？黄豆芽。黄豆芽。我发现了，我妈这纯粹就是说的山东话版的粤语，简称山粤。行了，你也别笑妈妈，你会吗？广东啊，广东啊。媳妇，我想买这个。你说对粤语我就买，这不简单吗？芬达。哎，行。芬达。你要几个芬达啊？说对了就买吗？我只买一个。妈妈，它不叫芬达，它叫 orange。嗯，醒醒说的对，也叫 orange。好，媳妇，你怎么说啊？猜嗨。你不要乱叫。菜都买完了，接下来我们买星星他想吃的东西。拿一包我闺女爱吃的汤圆。你俩在这里又买啥呀？星星吵着要吃蛋卷。蛋卷怎么说？蛋卷。你会不？蛋卷。谁蛋卷？不是蛋卷。妈，这个不叫蛋卷，就蛋卷。还是蛋卷。老公，我真让妈妈给笑死了。怎么了？好好的蛋饺变成蛋晕，大白菜变成大翡翠。哎呀，看着娘俩造的满车都是。今日消费孟总买单。买买买。咱今天花了400多，有个抽奖。抽几个？一个。抽一个，看看能抽到啥。看看小萌能抽到啥。能不能抽台手机啊？5块钱优惠券。开心奖。今天不是已经走的呀？那肯定好啊，买的都是你喜欢吃的东西。老公，还有一袋我扛不了，你扛上去吧。啊，这一袋比较沉。下次别买这么多，就扛得动了。哎，难得你掏钱，我肯定买多点儿。回家了，老婆，你中午做点饭，咱凑合吃一口。行。爸爸，我想爷爷，我想回老家。咱们这边虽然能出门了，但是还不能回老家，过两天吧，好不好？好吧。